Hello，亲爱的们，今儿个我们吃烩面，不过呢，就是跟传统我在家吃的不一样，因为我家没有麻酱了。昨天晚上，我不是闲的没事儿嘛，我就做了一些这个烩面的这个面条，然后今天去早市上买了一些羊肉，我就用尖椒炒羊肉，炒完之后我就说把它直接做成卤，然后做成拌面条吧，这样比较好吃。啊，好了。烩面一般是汤面嘛，羊肉汤，然后肉一般用的是羊肝什么之类的，一般不是直接用。这个我是直接买的那个羊腿肉，这一大盆儿我觉得应该吃不完吧。稍等啊，这个羊腿肉真的很好吃。吃面条就是比较尴尬，因为煮完之后就会很黄，一不小心那个面条就坨了。然后像烩面这种面，就是它本身手工的这种，然后我放的时候就是只放了盐，感觉如果说放的时间长的话，它容易断或者是什么，比较容易坨。叮叮叮叮，我开了吗？天呐，我要是忘了开，我要死了。没事儿，待会儿要是拌不好的话，再拌一拌。羊腿肉。啊，太香了！这可是我一根儿一根儿做出来的。我昨晚做那个烩面面条的时候，我本来是在我想录一录那个制作过程的，然后录到一半儿，我那个急脾气又犯了，实在是太麻烦了，我后面我就没录了。因为和完面之后，它要揉三次，醒三次，完了之后再做那个面喷儿，然后完了之后再放冰箱里，再让它稍微放一阵儿。好吃好吃，吃的很棒。200。这个比地道的那个烩面口味要重得多，因为那烩面一般是汤面嘛，我还是喜欢那个汤面。我这次本来是打算做板面的，
我们那儿以前有那个国营的老板面馆儿，特别好吃啊。后来就拆了嘛。我在网上找也没找着，就是比较好的那个菜谱。我觉得板面的那个技艺已经失传了。我在网上看到的那种都不是我当时吃的那种板面。我还试错了，今儿买的这个尖椒有点太辣了。羊腿肉真好吃。羊肉啊，炒菜简直是太好吃了，因为它不柴，稍微炒一下就特别香。这个面条看着稍微有点黑，是因为我买了两袋面粉。两袋我买的时候，我以为我买的是就是普通的那个中筋粉。我昨天就是一边录视频，我就说这个怎么这么黑呀？后来一看，发现是全麦粉。全麦粉筋相对比较少，不过你看还不错啊。因为我揉的时间够长，我昨天晚上又剃头了。之前买的那个是飞利浦的那个，就是剃头那个刀。那个自动的那个剃头刀，用了差不多3年。哎，我好像自己剃头已经剃了3、4年了吧。那个电池现在有点不好了，所以呢又新买了一个。那一个剃头刀多少钱？500、600块钱，还是很值的。虽然自己剃真的很丑，我这两天看那个《X 犯吃货俱乐部》那个西安篇，不对，陕西篇，里面全都是面食，看得我真是爽的不行了。我就跟我室友说：“我说我们一块儿去西安旅游吧。”好啦，哎，今年倒是有时间，但是也不能跑。Sorry，辣死我我一吃辣的，我的鼻子就红了。啊，怎么这么辣？尖椒特别奇怪，有的尖椒就一点都不辣，有的尖椒就特别特别辣。哎，我跟你们说，最近啊，我爸妈给我打电话，还有我弟弟给我打电话，就是轮番轰炸我，我让我回家。我弟弟前两天给我发信息说那个，你现在还在休息吗？我说对，他说你转行吧。
你这个行业没有，没救了，不行了。就这个留学行业，不行了，拉死我了，我要离开一下。多了，我刚刚说哪儿了？啊，对，我弟弟给我打电话，说你换行吧，这个托福雅思这个培训，这个留学行业应该不行了，现在这个病毒啊，出国留学什么的。我说再等2个月看看吧。就我没跟他们说，其实我是，其实我是自己决定要休息1年的，不是因为我现在没有课上。不过现在应该课确实挺少了。我弟就说：“你等着有什么用？还是不行啊，你得换个别的吧。”我说，但是我就喜欢干这个呀，我就不爱干别的工作。我觉得我弟弟还有我爸妈，其实他们的想法都比较传统，就是说，这个不合适，你去找别的，这个工作不赚钱，你去找一个更赚钱的工作，很正常。工作因为就是为了赚钱的嘛。就是在他们听起来，我说我就喜欢干这个，我也不爱干别的，他们会觉得比较怪，他不能理解。我觉得如果用一个词，他可能会觉得说比较矫情吧。但我真的是，我就是只要一个工作，我稍微有一点不喜欢，我是绝对不会做的。我这人就是没法做我不喜欢的事情。这个肉简直太好吃了。刚才辣的我都流鼻涕了，这简直是找虐！但确实是因为我做饭的计划被打乱了。我本来想的是说是多买一些羊肉，然后熬一锅羊肉汤，然后熬完之后呢，用羊肉汤煮烩面。就那个汤直接煮了烩面就行了，然后我再来一碗羊肉汤，里面就都是烩的羊肉。我们平时在家吃烩面都是这么吃的，结果我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麻酱，所以我临时在菜市场懵了，直接懵逼。反正我弟弟他们就替我挺着急的，就他们觉得我现在失业了，
他们要知道我休息一年，也不是应该会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发了。今儿吃的真的是太，就吃的太辣了。Sorry，我错了。啊，我以后再也不吃辣的。不能让我室友知道，要知道他要笑我。因为最近经常鄙视他不吃尖椒。好多了。我现在不太能吃外卖了，怎么办？我今儿我做这饭的时候，我就说，要不然我再点一个炸鸡什么的配着吃。我就一想到外边做的饭，我就不想吃。我上次你们还记得我上次视频里头点的那个酸菜鱼什么的？就那串还好，那个酸，哎，是酸菜鱼吧？反正就是我上次点的那个餐，点完之后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隔了2天我又点，因为我手烫伤了嘛，你看这还挺严重的。我又不想老做饭老沾水，所以我就点。点完之后呢，我中午没吃完。吃的时候没觉得咸，等到下午稍微凉一点的时候，我再去吃，我觉得简直就是盐做的，你知道吧？就特别特别咸。但是它热的时候你吃不出来，你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香。我现在就是自己越，然后好像一直都是自己做饭，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就是越来越感觉那个外边的那个菜盐放的特别多，就是咸到我就是。我觉得在吃盐。我觉得自己做的这个就是口味再重，但是跟外边比都是差很多很多，不是一个级别的。哎呦，这吃一顿饭要用多少张纸巾？惨到不行了，我错了。哎，我跟你说，前两天就稍微，刚好天热嘛。一直在家，我待的稍微有点烦了，哎，有点烦，我就想说，要不然我在附近随便找一个比较有趣的工作做一下，就是打发时间嘛，钱倒是无所谓，反正今年本来就打算休息，又不打算赚钱，然后我就点开看，我手机上什么都没有。好像就之前忘了看什么的时候，我还当时还下过一个叫五八同城，我还没卸载，我就点开那个五八同城，它有显示说附近，就是你可以搜附近有什么工作，一点开全是招那个送外卖的。
我就想说，哇，送外卖这个工作现在特别适合我，我就闲着无聊，我想送我就去送一个，不想送就不送。本身我对于工作其实我没什么既定的那种固定的那个观念要干嘛，就比如说我读完研出来，我照样去第一份工作，我可以去当服务员，我不认为。就是说，我是什么样子，我就应该做某一类的工作，我没有这个感觉。你现在，比如说，如果是有一个打扫卫生的，我也工作，我觉得有趣，正好我也会做的。哎，这个我其实倒没什么心理负担，但是我发现，我就老想那种特别现实的问题，我想说，那个车怎么办呀？那个车晚上停哪儿啊？一想说哇，好麻烦，还得搞清这个问题，还是算了，就还是动力不足。因为我现在就是，至少今年我是拒绝做跟教学相关的任何东西，包括连英语翻译什么之类的，我都不会做，只要跟英语相关的我都不做，因为今年就想休息一年。喜欢吃辣的，应该会非常喜欢吃这个，来吃。哎呦，我室友他吃不了这个，他吃不了辣，他也不吃辣，不过他超级爱吃羊肉。我以后就是什么面条啊、馒头啊什么的各种主食，我都自己做，就不在外边买了。因为家里那个米面太多了，不吃就得坏。其实自己做成本不会降很多，尤其一个人的话。如果一大家子可能会好点儿。好，今天就到这儿，死了。希望你们看到，OK，我们下次再见吧。Live long, prosper.